即各级长官莅临新庄五寸庙三香祈福。请主祝者，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候选人张亚中率同陪祝者就位，敬香向关圣帝君即诸圣圣神行上香礼。一上香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再上香，祈求社会安定、民生乐利。三上香，祈求政通人和、心想事成。本庙香火鼎盛，庙路昌隆。读祝文。中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率全体同仁领签书文，为大中华民国声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率全体同仁谨备鲜花素果，谨礼于关圣君之神座前曰：举手顿首。今据大中华民国台湾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340号新庄五圣庙禀天祈求国基永固、至道遐昌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弟子今日请关刀护正气，关刀一出，奸邪收手。今由台独如李登辉、蔡英文与民进党者流倡言分裂，乱我华夏，勾连外邦，溃我神器，见利忘义，草菅人命，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者，应尽礼于帝君神座之前，喜借关刀灭耳毒愤，并誓言曰：为中国国民党扫除一切李登辉之政治余毒，其二为中华民国追究蔡政权祸国殃民之罪行，其三为中华儿女结束敌对状态，创造两岸和平，谨誓并请帝君神灵护佑我中华儿女恪尽全功。献佛。叩谢神恩，一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